李白，你坐那边就好。多谢你。如果是来求我，放过叶文聪。你是卖用一种查某人什么塞奶啊，一哭二闹三上吊的方式。那真正是，你即马会当走？我确实是来拜托你放过阮爹爹，要唔过我也知影你袂做对你无好处的代志，所以我是来交换条件。以你的能力，要安怎好啊？万一放过叶文聪，叶志成拢无法度啊！你有啥？我借财人的能力，你应该真清楚啊。所以只要你答应撤销对阮爹爹的告诉，放过叶家，我就过来跟你斗相共。之前你借财我失去三个标案，一开始我确实是有惊到，后来我想想的，那商业间谍啊，也做会到。根本无可能有啥物纠缠人的能力。啊，若无，恁爹地哦叫你纠缠我，注意我，我哪有可能有命坐你遮哦，跟你联销会？回去啦，顺续哦，甲业界查甫人讲，较有气魄的，卖煞气哦，客查某囝出来送死。老会长，你头一件表案互抢起的前几工。是不是公司的茶水间内底有失火啊？我确实无纠缠人的能力，也毋过我会当用接受方式预知到别人的危机。所以迄天拄到会长，其实我是先看到你茶水间有火灾，顺续看到你的办公桌顶有标案的数字。要过我，我改做青梅迄届啊，我嘛早都预知到，你会差一点仔，互宠物店的招牌砍掉。会长，你若是不相信，我会当示范一次，互你看。你离我近嘞。你真正有预知未来的能力。既然安尼，是安怎？你无预知到，也无创会出代志。因为迄几天我无接受到阮爹爹，唔知伊会出代志，会互你陷害。即嘛是你坐伫遮拜托我，讲话哦较注意，莫袂记哩啊。恁爹爹啊，是生是死，是遮嘛伫咧我的手头。啊，不过我真正想袂到，即、這个世间上真正有。会当预知未来的人，是讲叶文聪是一个无血无目屎的人，伊竟然把你带伫个身躯边这么久，就表示讲你身上有伊哦值得利用的所在。你用这個特别能力替伊做真一大生意哦。你莫胡白讲，阮爸仔囝的感情哦是阮的缘分，唔是甲我有啥物特别能力有关系。好啦好啦，啊！不过就算讲你有预知未来的能力，你是安怎摆留伫叶文聪的身躯边对付我就好啊？是安怎摆来遮？我是要怎知影你毋是叶文聪派来遮的 spy？ 其实这是我家己的主意，我无甲阮爹爹还佮有志成讲，连阮姐嘛毋知影。因是绝对无可能答应我来跟你斗相共的。要唔过，只要你答应撤销对阮爹爹的告诉，嘛袂用我的预知能力去对付叶家，甚至是伤害别人。我就答应你，会用我的能力，让你伫心里头得到你想要爱的人。